师父每日佛言佛语，圆满自信。一个人不懂路，才会走错路；一个人不懂道，才会不知道。知道这条道，才不会走错这条道。知道佛这条道，你才能找到佛道。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，缘来了，多发心；缘结束，就收心。能够理解事物的本性是空性，你就会了解什么叫菩提心。人的一生必须完成圆满自信和了解本性。自信和本性就是让你要知道事物的真相。能够理解事物和缘分的结局，能够了解人跟人的缘分结果，这个过程就是由无常到空性，所以缘分只是一种衔接和回忆，它是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学会随缘观，就是如是观。缘生缘灭，如如不动，起心动念，观性即空，所生喜心只是缘起，所生苦心只是性空。